余光凭借在众多影视作品中的用心诠释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电影代表作《动物世界》《革命者》《心理最抖》， 并且凭借作品《老炮》获得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。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，给媒体一些时间拍照。来，先看中间的媒体老师。好，欢迎易峰来到我们的2022微博电影之夜。其实易峰啊，在荧幕上塑造过非常多警察的角色，像隐秘而伟大， 包括我们今年看到的《暗夜行者》，还有刚刚杀青的操场，所以饰演完这么多警察的角色之后，对于这个职业有没有一些不同的领悟和感触？就看你们俩，我就觉得你们俩有心事儿。被你发现了，被看穿了。你们坦白吧。而且其实我注意到，除了影视之外，最近峰峰好像还去参加了一次我们的走秀。 让大家感叹，这是有颜就是任性，什么都能 hold 住。那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领域想要去挑战的呢？看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走秀也是一个尝试，然后也是因为品牌让我去走。品牌邀请峰峰就自然而然就去了，因为有太多喜欢易峰的朋友们期待看到你最新的动向和计划，好吗？希望你今天晚上微博电影之夜玩得开心，也能看到很多新老朋友。请有请那场休息，谢谢易峰。好，欢迎易峰。好的，感谢2022微博电影之夜官方总赞助上汽奥迪的品质呈现。